Wonder Girls 短裙襲北京。爆亚洲的 Wonder Girls 昨日去北京宣传，过千 fans 逼爆商场，人太多，公安仲威胁要腰斩活动，点知 Wonder Girls 仲因为坏车迟到成两粒钟啊！哇，讲国语沙晒冧，冧死啲 fans 啦！嗌爆商场，仲送咗代表丰收嘅五谷俾佢哋，祝佢哋新碟大卖。Wonder Girls 话年底计划搞演唱会，卖定广告，叫 fans 要支持啊！